上八点多一点，阳光明媚的一天，我要出发啦！西班牙。9:20的火车，直达。グダグダとチクチクが流れる波に乗せてネットサーフィン、なんかこれはどこだ言って古臭いな、それはそれでなんだかんだ言って新しいな、そんな無駄な繰り返しをまた繰り返して、僕ら生きていくうちに I'm sorry 気づいちゃったよ、I'm sorry 気づいちゃったよ、世界のことステップだけステップだけ置いてきちゃってよ、僕ら涙に合わせてリズムに乗っているはず、ステップだけステップだけ置いてきちゃっても、僕ら笑顔の数だけブレイクできるはず、だから I'm sorry 気づいちゃっても、忘れといてよ、今日どっかで悪い者が死んだらしい、でもたくさんの命が救われたらしい、正義と倫理と命を天秤にかけて測った生命で、難しいことはもう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実は僕らが悪者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なんて考えると、彼の気持ちがわかるかもしれない、 I'm sorry 気づいちゃったよ、简单的 room tour， 虽然我已经进来过了，进来多少来着？20几平，还可以。哎，就是可悲的我在一楼，没有什么吸引看到什么。我的晚饭们，天哪，小的可怜的汉堡，哎，你看一下，能有多小？天哪，给什么吃的呀？明明自己买错了，还好意思说笑？哇，这厕所好大呀！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厕所搞这么大？准备出发。很好，我得走出门了。我到底还有什么要动的吗？気づいたんだ、これ
とか悪いこととかこれが世界の秘密ってやつかステップだけステップだけ置いてきちゃってよ僕ら涙に合わせてリズムに乗っているはずステップだけステップだけ置いてきちゃっても僕ら笑顔の数だけリレイクできるはず戴口罩，西班牙真的是太热了。到那个哦，就这个顶，哦，就这个顶，这个拍照的。
れかかったこのお茶目な星で生まれ落ちた日からよそ者涙枯れ果てた帰りゆく場所は夢の中こぼれ落ちた先で出会ったただ秘密を抱え普通のふりをしたあなたと探し諦めた私の居場所は作るものだったあの日交わした血に勝るもの回到我的酒店啦！哦，我今天终于探索了一下欧洲这边的知名 ，too good to go， 不知道是什么那种食物盲盒。哦，这个是买了两份，应该两份都是一样的，就是叛徒应该说是一个就是西班牙炒饭一类的东西。然后我还买了这个，是他们都是四点多欧一份。哇，这份呢还是挺狠的，
是一些烘焙的面包吧。哦，好多。然后我还去家乐福买了好多零食。哇，你们知道吗？我就很想吃番茄，然后我就去买了。哇，这西班牙的番茄，这也忒贵了点吧？啊，可贵了。耶，我的耳塞。哦，我的寿司。我的寿司，耶。番茄三明治和水。嗯，给你们欣赏一下我的一桌的酒店。夜宵，夜宵时刻，对吧？哇，它真的这个脆骨的制作品好多啊，它里面好多个牛角包，就是像法棍吧，应该好长啊。然后还有两个这种，我不知道它就叫豆沙，豆沙什么的。这个是一香香，哦，这是加心的一种，没吃过呢，真的是哇，好多啊，真的太可怕了。耶，我的。酒店夜宵，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值不值我的四块二毛。接下来请欣赏累了一天的人对美食的渴望。哇哇，这么夯实的吗？哇，天哪，可以啊。我的寿司，我还是好爱我的寿司呀。夜宵必备一杯可乐。突然好奇另一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再看一眼。哇，我太爱了吧，天哪，爱了爱了。